许多年来，人们习惯用神秘来概括西域的面貌。龟兹为西域大国。1500多年前，龟兹神秘地出现于绿洲之上，又神秘地消失于荒漠之中。是谁建立了这个名为龟兹的国家？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它如何成为联系东方和西方的纽带？它的文明呈现出怎样的特色？1889年，一位年轻的英国人悄悄来到了中国西部边缘的一个小城。表面上，这位英国人来这里是为了狩猎娱乐，实际上他的真实身份是英国驻印度情报军官鲍尔。前不久，英国著名的中亚探险家安德鲁·达格列什被杀死，凶手是一个阿富汗人。据说他已经流窜到了这里，中国新疆的库车。鲍尔到库车来蹲点儿，当然不是守株待兔，他迅速地铺开了自己的情报网。一天，当鲍尔正在狩猎娱乐的时候，一位名叫古兰科迪阿吉的当地居民找到了他，但阿吉带来的并不是阿富汗凶手的信息，而是一本残破的书籍。这本书由桦树皮装订在一起，上面的文字奇特而无法识别。我问他：“你这本书要不要？”他一看呀，哎呦，没见过这个书，说是像天书一样。那个文字叫蝌蚪文啊，我们以前那里叫蝌蚪文，啊，他不知道，他说蝌蚪一样。他说你要多少钱？是吧？他们两个讲了一下价钱，就成交了。不久后，这本书被鲍尔带到了英国当时的殖民地印度的东方学院。一位博学的东方学家霍恩勒进行了解读，他鉴定出这是一本用古印度婆罗米字母书写的梵文手稿，内容关于医药和巫术，成稿时间在公元5世纪。一时激起千层浪，学术界沸腾了。古印度人习惯在桦树皮上写书，但是桦树皮不易保存，尤其是在印度潮热的气候环境中。当时在公元5世纪以前的写本还没有发现过，一本梵文手稿为何保存在中国新疆的库车地区呢？这是交流得到的物件，还是当地人的创造？接下来在库车及相关地区的发现更加令人惊讶，大量的古代文字从黄沙底下翻捡出来，除了最常见的汉文典籍之外，还有梵文、屈卢文、于田文、摩尼文、粟特文、回鹘文、吐蕃文、阿拉伯文等等。这些文字有的还在被使用，但大部分都变成了死文字。每一种死亡的文字都隐匿着一段消失的文明，而走进这个古代文字的丛林地带，则意味着坠入了不同文明所交汇的漩涡之中。最终，语言学家为大多数文字找到了他们的归宿。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在丝绸之路上的这片区域曾经汇聚了不同的人群，雅利安人、乌孙人、
匈奴人、汉人、突厥人、回鹘人。但是这种由中亚斜体拼写的婆罗尼字母始终无法破译，对应不上任何已知的语法规则，他们拼写的究竟是一种什么语言呢？在所有的解读都失败之后，学者们突然领悟到，既然已知的语言都能找到对应的族群，那么这最后剩下的语言不正是古代库车地区原始居民自己的语言吗？这种语言就是龟兹语，说这种语言的人就是龟兹人。龟兹这个国名的出现是出在前汉书，它记载呢就是有八万人。它北倚天山，南涉塔里木河，中间呢又有木扎铁、卫干河和库车河，东边还有一条地纳河。当时作为西域三十六国来说，它已经是一个泱泱的大国了。龟兹古国自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九世纪，大约存在了一千多年，是西域诸国一个国运长久的王朝。唐代高僧玄奘在西行取经路途中就经过龟兹国，他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龟兹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这恰好和后来发现的龟兹语写本相吻合。但这个粗有改变后的龟兹语究竟是一种什么语言？龟兹人又来自哪里？他们后来是否就销声匿迹了呢？不久后，库车地区出土了一本回鹘文书写的佛经《弥勒会见记》巨本。西方语言学家从中找到了一丝线索。回鹘是公元九世纪从漠北高原迁入新疆的一个民族，来到龟兹地区之后，他们都改信了佛教。专家们在这本残卷的序言中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大意是这本回鹘文的《弥勒会见记》是根据当地的托合利文翻译过来的。托合利是什么？语言学家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这不正是中西方史书中都记载的吐火罗吗？细微的差别仅仅是音译时造成的不同。所谓吐火罗人，是大致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开始流动在西至黑海沿线、东到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两岸以至甘肃一带的部族。他们在中国的史书中似乎无处不在，却全都语焉不详。一般认为秦汉之际活动在中国甘肃河西走廊的肉汁人就是吐火罗人，而到了唐代，玄奘西行到今阿富汗一带时，还路过一个叫吐火罗斯坦的国家。由于吐火罗人活动的空间跨度大，存在的时间长，很难将他们和一个特定的民族对应，史学家们倾向于定义他们为吐火罗人集团。1907年，德国语言学家缪勒将龟兹人本地的古老语言命名为吐火罗语。1974年，在新疆吐鲁番地区果然出土了一本吐火罗语书写的《弥勒会见记》巨本，这验证了回鹘文的《弥勒会见记》中所做出的说明。那么，吐火罗语又是一种什么语言？龟兹人和吐火罗人是什么关系呢？在魏晋以及隋唐时代的典籍中，
大致都有这样的描述：秋瓷王城有三重，外城类似长安城布局的城中，有寺庙近千座，王宫壮丽，幻若神居。库车县城，乐器匠人正在制作一把维吾尔族的弹拨乐器。浓重的维吾尔族气息让我们很难相信，库车地区曾经是信仰了佛教近一千年的国家。遥望今日喧闹的库车巴扎，穿梭在维吾尔民居迂回的巷道之中，到哪里去寻找幻若神居的王城呢？在这些居民院墙的一角，文物普查员有了新的发现：一些巨大的土堆被用成院墙的一部分。显然，人们用不着夯筑这么大的高台来做院墙。据当地居民介绍，这些高台在他们祖辈的记忆里就存在了。在《大航西记》里记载，就是说秋瓷古城寺庙里面有四个墩，这个墩呢是在秋瓷古城东南角。一个最大的一个墩，这个皮廊呢是当地的一个维吾尔族的一个名称，翻译成我们汉语呢就是大象的意思啊。这个好多对这个名称嘛，这个不理解，因为说西域这块自古以来嘛没有大象，为什么起了一个大象这么一个名字呢？我的意思啊，我的理解吧，就是大象嘛，因为是这个墩呢它体量很大，东西长是30多米，南北宽呢也25米之多。高呢，现在残高呢是14米、15米高，如果站在在远处看呢，就像卧在这的一个大象一样，所以它起了它的一个比喻意，像大象一样的这么一个墩，一个大墩。考古发掘说明，这片遗址不仅从汉到唐是主要的都城，而且从远古时代起就是城邦和聚落的中心，一直没有被废弃过。如今壮丽的宫殿已繁华落尽，只剩下四处散落的台墩夯筑在大地之上，撑起人们对历史的想象。1978年5月，库车地区连降暴雨，县城以北的库车河水暴涨，河水外溢，以致侵蚀到河岸两边台地上一些古代建筑物遗迹。暴雨过后，县文管所的文管员们前往当地进行文物巡查。在一个高大的黄土堆下，文管员们发现了一处异常。经过雨水冲刷之后，这儿显露出一个黑洞。对黑洞四周经过简单清理之后，一个墓穴呈现在面前。墓穴已经坍塌，但看得出来里面有一个木质棺材。一口彩棺，下边还有一个棺床。彩棺当然也棺盖儿也都腐朽了，这个墓主人呢，这个骨架呢，还是很完整的。专家们仔细查看了棺木，发现残存的棺板上均有彩绘，像是一些菱形格的纹饰。这样一幅华丽的彩棺，似乎暗示了墓主人身份不同寻常。通过鉴定呢，看他的这个年龄啊，从牙齿啊到骨盆来说的话，很可能我们估计呢，他这是一个20岁左右的一个女性。
生命在这样一个风华正茂的年龄戛然而止，他的死肯定有着特殊的原因。专家们仔细搜索着尸骨上的信息，很快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了颅骨上。这个女性的颅骨从侧面看，额头明显倾斜扁平，颅顶很窄，呈尖弧状，像是经受了某种挤压而形成的。这会是她致命的原因吗？不过专家很快否认了这一猜想，从颅骨上看，她并没有损伤的痕迹，这说明颅骨变形不会是一次突然的外力所致，很可能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在这具尸骨的胯骨部分，大家有了新的发现，这有一堆细碎的骨头。最初有人指出这或许是陪葬的小动物，但有经验的专家马上辨别出这是一具婴儿的骨骸，它太小，肯定还没有出生。婴儿的骨骼正蜷缩在母亲的骨盆中，这个年轻的女性最有可能是死于难产。那么她压扁的额头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考古学家从《大唐西域记》里找到了答案。书中记载，秋瓷国其俗生子以木压头，欲其扁翅也。也就是说，秋瓷人中存在着有意改变颅形的风俗。其做法是，当孩子年纪还小时，用两块木板前后斜夹颅骨，待其慢慢生长而变形。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表明他身份的不同，因为在同一族群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压额，只是贵族才能这样做。这即将做母亲的女人应该就是一位贵族，她可能是位公主，也可能是位王后。当她因为难产死去之后，人们用那个时代最华丽的棺木埋葬她。在墓穴上方还残留着一个巨大的土堆，似乎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坟冢。但实际上，更早的考古调查已证明，这个地面上的大土堆并不是坟墓，而是一座佛塔。将去世的人以土葬的方式埋在佛塔之下，这在新疆的考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例。这是一个比墓主人死亡之谜更大的谜团。这片废墟被称作苏巴什遗址，从这里出土的年轻贵族女尸现在正保存在秋瓷博物馆里。苏巴什遗址是中国新疆境内现存的最大佛教遗址群，玄奘曾在这里建过一座宏大的寺庙，名字叫昭护里。而寺庙的精美和规模是他西出阳关后从未见过的。正是在这里，玄奘受到了热情款待，并应秋瓷国王的一再挽留，在此停留60多天，每天宣讲佛法。对于昭护里寺庙的地理位置，玄奘记载道：荒城北40余里，皆山阿，隔一河水，有伽蓝同名昭护里，而东西相称。伽蓝即为寺庙的意思，也就是说，昭护里大寺实际上有两座，中间隔着一条河水。苏巴什佛寺遗址会是传说中的唐代昭护里伽蓝吗？苏巴什遗址位于库车县城北却里塔格山下的丘陵台地上，遗址一侧就是宽阔平坦的库车河，隔岸相望，对面影影绰绰正有一大片废墟遗迹。
绕过河水，踏上库车河东岸的台地，这里同样残垣层叠，高墙兀立，一座佛塔保存相对完好。周边的高墙上还有一排凹进的龛窟，原本应该塑有高大的佛像。专家们大都认为，苏巴什佛寺遗址就是唐代的昭护黎大寺。玄奘西去印度取经，路过秋兹时，秋兹国王在昭护黎大寺举行了隆重而盛大的欢迎仪式，而且极力挽留玄奘，请他宣讲佛法。这座高大的墙壁内，或许正是玄奘讲经说法的殿堂。玄奘离开那天，秋兹王以厚礼相赠，僧侣和百姓出动，一一惜别。玄奘备受感动和鼓舞，将这段经历详细记录在了《大唐西域记》中。这一切都说明秋兹是一个以佛教为国教的政教合一的国家，苏巴什遗址就是秋兹国的皇家寺院。这是众神欢聚的场所，修行礼佛的圣殿。1903年，在苏巴什古城遗址上，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险队在一个佛塔下面挖出了一个毫不起眼的舍利盒。但是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舍利盒内居然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1957年，有人突然发现这个舍利盒内有绘画的痕迹，剥去表面的颜料，居然露出了一幅罕见的图画。盒盖绘有四个演奏乐器的裸体童子，正分别演奏壁立、竖箜篌、琵琶和一件弹拨乐器。最为令人惊叹的是，河神周围会有形象十分生动的乐舞图。经日本学者熊谷一夫研究，这只舍利盒是公元7世纪时所造。舍利盒上载歌载舞的场景是秋兹人在庆祝自己盛大节日苏幕遮。佛教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古代印度，当它开始向世界各地传播时，似乎东方人与它更是心有灵犀，一接触就被它的智慧所迷倒。从地理位置上看，佛教在向东传播的过程中，中亚和中国新疆是它的必经之地。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业贸易之路，它更是一条信仰之路，秋兹就是这个信仰之路上的一个精神驿站，它是佛陀的一个明珠。世俗的乐舞艺术被绘制在僧侣的骨灰盒上，这说明秋兹乐舞已经成为传播佛教和渲染极乐世界的工具。不仅如此，《旧唐书·中宗记》记载，神龙元年11月，雨落城南门楼观泼寒湖。泼寒湖也就是苏幕遮。武则天和他的儿子唐中宗李显都爱看苏幕遮。后来苏幕遮又成为唐宋词的词牌名，对中原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当中原人对佛教教义还懵懂无知的时候，佛教在秋兹已经酣畅淋漓了。
大约于公元三世纪时，龟兹佛教进入鼎盛时期。当然，在龟兹绿洲定居下来的吐火罗人，他们的面貌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这是一对普通臣民的形象，这是一组武士的形象，这是一位龟兹国王和他的王后的形象。这些壁画中的人物形象被称作供养人，正是他们出资修造的洞窟。在库车克孜尔石窟共有9处614个佛教洞窟，这些洞窟中的壁画形象无声地向我们诉说着那个时代佛教在龟兹的兴盛。1898年的一天，俄国人科兹洛夫出现在苏巴什遗址的废墟上。据说经过一番挖掘之后，科兹洛夫最看重的是从东昭护黎佛堂遗址中出土的一块大石头。这块石头足有2000公斤重，别说运走它，就是移动一下也很困难。石头看上去平淡无奇，随行人员都建议他放弃，科兹洛夫却锲而不舍。他找人将巨石砸成两块，然后又用原木做成巨型爬犁式架子，马拉人拽，最终把它运到了库车县城。科兹洛夫知道这块石头所蕴含的秘密。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东昭护黎佛堂中有玉石面广2尺余，色带黄白，状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长尺又8寸，广于6寸矣，或有斋日照烛光明。也就是说，这是一块印有佛祖释迦牟尼脚印的玉石，它是佛教徒顶礼膜拜的信物，也是昭护黎大寺的镇寺之宝。科兹洛夫自认为他找到的就是这块玉石，现在要做的是想办法把它运回俄罗斯去。玉石在库车停留期间，一个和田来的老玉工知道了这件事。他虽然不知道这块石头背后的含义，但辨认出这是一块罕见的玉石，于是他建议当地政府，并联络当地百姓，将这块玉石截留了下来。科兹洛夫一时也想不出运走它的办法，加之还有一个更宏大的考察计划马上要启动，他带着遗憾匆匆离开了库车。第二年，由他率领的探险队在中国宁夏找到了消失的西夏古城，被誉为黑水城的哈拉浩特。科兹洛夫一跃成为世界知名的探险家，他被更大的荣誉和野心所驱使，再也没时间和机会回到库车。据说那块被砸成两半的玉石就一直保存在县政府大院里，直到1964年，他们被两个大红毛毡包裹起来，运到了北京自然博物馆。然而经过多方求证，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于这所谓的玉石却没有印象，馆藏中也并没有从库车运来的神奇宝物。而一家库车当地文物商店的店主甚至宣称，
那两块神奇的玉石直到前几年还一直沉睡在附近的一个水沟的河床里，直到几年前被一个识货的商人用吊车运走。真相扑朔迷离。其实俄国人科兹洛夫是否在苏巴什遗址找到了玉石，或者说他只把玉石运到了库车县城而没有偷运出境，这都只是一些民间传说，没有正式的记载。科兹洛夫本人的探险报告中也根本没有提到过这件事。或许是因为我们被盗走的文物和尊严太多了，民间就附会了这样一个护宝的故事。其实一块玉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承载着我们的信仰。当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要接受一种信仰时，就像玉石的形成是自然的造化一样，需要天时地利的机缘巧合。无论昭护离的玉石是否被盗走，来自古国秋瓷的另外一件珍宝却永远不会遗失。它就是著名的佛教高僧翻译家鸠摩罗什。人们都知道唐玄奘是著名的佛教翻译家，他西行印度取经的故事妇孺皆知，但很少人知道在他之前就已经有人完成了相同的事业，而且是一位来自西域秋瓷的和尚。玄奘自东往西去，鸠摩罗什从西往东来。公元68年，汉明帝在洛阳建白马寺，供奉佛像佛经，这被认为是佛教传入中原的一个标志。但佛教什么时候传入西域，却一直是个未解的难题。佛教传入西域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是南线，翻越帕米尔到于田，再向东走；另一条是北线，先到疏勒，再到秋瓷。从地理位置上看，佛教应该先于中原传入西域。中原的佛教是经过中亚和西域许多国家一站一站接力传递过来的。正因为如此，当佛经拿到汉僧手上时，往往是经过了层层转译，由不同的中介文字写成的。当它再被翻译成汉文时，错讹和附会之处比比皆是。西域国家的情况就好得多，一方面他们本身就直接或间接借用了古代印度的文字或语言，另一方面在当时人种构成和社会风俗上也要相近得多。这时急需要一位能够对接古代印度、西域诸国和东方的佛学大师了。公元4世纪初，一位印度小国宰相的儿子鸠摩衍毅然放弃了家族世袭官爵的位置，翻越葱岭来到了秋瓷。秋瓷国王白纯十分敬慕他，不仅聘他为国师，还把自己的妹妹齐婆嫁给他。齐婆贤淑聪慧，笃信佛教，婚后不久便有孕在身。史书上记载，这期间他常到雀离大寺，即现在的苏巴什佛寺遗址，请斋听法，并且精通了梵文。后来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鸠摩罗什。一
天，齐婆出城游览，见坟冢遍野，枯骨纵横，于是身怀苦本，立誓出家。鸠摩罗什七岁时，也随母亲一起剃发出家。鸠摩罗什从小对佛经就有非凡的领悟力，九岁时随母亲到寂宾国，即今天的克什米尔求学。当时那里是佛教最繁盛的国家之一。鸠摩罗什十二岁时学成回国，途中路过疏勒国，一件改变他佛教思想的事发生了。佛教诞生于公元前六世纪，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大乘佛教兴起于西北印度，从此佛教有了大乘、小乘之分。小乘佛教注重个人修行，求的是个人解脱；大乘佛教以成佛为目标，提出普度众生的观点。佛教传入西域之后，南线以于田国为代表，主要信仰大乘佛教；北线包括秋瓷，主要信仰小乘佛教。在此之前，鸠摩罗什完全受的是小乘教派的熏陶。在疏勒，他碰到了几位大乘学派的高僧，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他的思想开始在大小乘之间徘徊。秋瓷这个地区呢，实际上是鸠摩罗什早年出家的时候，他信的还是应该说一切有部，也属于小乘的一个部派，就部派佛教吧，一部。可是后来他在南部，就他那个盆地南缘的时候，他就接受了大乘的教义，改信了大乘。他认为大乘很有道理。鸠摩罗什回到秋瓷之后，开始弘扬大乘学派，但当时的小乘佛教已经在秋瓷根深蒂固，要转变一种信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鸠摩罗什凭借着自己的雄辩之才，征服了秋瓷的高僧大德，并且得到了王室贵族的支持，最终是秋瓷的信众们逐渐接受了大乘的教义。后来人们分析这场教派的转变，从社会生活来说，大乘力图参与社会世俗生活，能够深入到统治阶级和普通民众；从鸠摩罗什个人来说，这正好符合了他不拘小节、自信开阔的性情。鸠摩罗什很快就名震秋瓷，飞升西域。他要说法的时候，他要上那个说法台、高台嘛，都要踩着那些王族们，包括王，西域各国的王来听法，都要趴在那里，他踩着他的背往上走。但年轻的鸠摩罗什依然还有两个隐隐的困惑，这困惑来自别人对他的两个预言。他从现在克什米尔留学吧回来以后，他母亲带了他，当时碰到一个大和尚，就跟他说，如果四十岁就那是不破戒啊，他大概可以成就很大的功果。另外一个困惑来自他的母亲。你的这个才华只能到东方，那就说是语言啊，一定要到中原去发挥他的才能。西晋之后，中原进入东晋十六国的混战局面。
前秦皇帝苻坚在一统中原、关中、河西的基础上，决心收复前朝在西域的政治主权。公元383年，苻坚命令大将军吕光率7万步兵、5000重装骑兵，从长安出发征讨龟兹。吕光这次西征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因为苻坚是个佛教徒，对龟兹的鸠摩罗什早有耳闻，十分钦佩，一直想迎他来长安，所以他叮嘱吕光，攻克龟兹之后，一定火速把鸠摩罗什护送回来。吕光的大军很快兵临龟兹城下，鸠摩罗什劝龟兹王白纯开城纳和，但白纯却负隅顽抗，结果龟兹军队大败。本应该成为座上宾的鸠摩罗什，现在却成了吕光的俘虏。鸠摩罗什去往他想象中心旷神怡的东方，变成了一场迫不得已的行程。难道这也是一种因缘？吕光找到鸠摩罗什之后，没有按苻坚的要求立刻将他送往长安，也没觉得鸠摩罗什有多么重要，相反，他被龟兹王城的华丽所吸引，更为龟兹的另一件珍宝葡萄酒而陶醉。吕光是个酒徒，但不是佛教徒，他一开始就看不惯鸠摩罗什的清规戒律，他自己喝酒便也强迫鸠摩罗什喝酒，把鸠摩罗什灌醉了之后关进了自己布置的洞房里面，他强行把龟兹王的一位公主嫁给了鸠摩罗什。吕光的戏弄使鸠摩罗什成了一位破戒僧。想起那位大和尚的预言，或许他与佛的因缘就此了结了。一年之后，喝得酩酊大醉的吕光才带着鸠摩罗什准备返回长安。不巧当他们走到凉州的时候，前秦苻坚在淝水之战中被东晋打败，前秦灭亡，苻坚被杀。吕光索性停止了脚步，割据凉州为王，在今天的甘肃武威建都，成立了后凉政权。鸠摩罗什变成了一个不用送达的废物了。不过吕光发现鸠摩罗什聪慧过人，于是就让他做巫师，帮他占卜吉凶，预测福祸。这种装神弄鬼的工作，鸠摩罗什一做就是17年。17年中，他表面上已不再修佛传道，但却利用这段时间学习钻研了汉语，成为汉文化的饱学之士。加之他本身对梵文、龟兹文和佛教的精通，东西方文化开始在他脑海里融会贯通。命运似乎还没有被谁的预言所击中。公元394年，一场为得到鸠摩罗什的战争又发生了。后秦的皇帝姚苌是一位佛教徒，为了争夺鸠摩罗什，他发兵攻打后凉政权，大获全胜，鸠摩罗什终于被送往长安。这是距离西安50公里的草堂寺，公元401年，鸠摩罗什被送到了这里。后秦君主姚苌以国师之礼对待鸠摩罗什，让他收弟子800，率领僧众3000宣讲佛法，并开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译经活动。
年过半百的鸠摩罗什开始释放能量，思想和才华喷薄而出。在他的率领下，一共翻译了约74部、392卷佛经。鸠摩罗什的译经不仅使得中原凝滞纷乱的佛经有了准确统一的标准，而且把佛教中国化的思想贯穿其中，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即使是在汉语言的应用上，鸠摩罗什也开创了一些新的文风，甚至间接地影响到当时散文和诗歌的创作。我们很难想象一些今天在我们嘴边常挂着的汉语词汇是一个祖籍印度、来自龟兹的僧人创造的。2011年7月15日，来自日本东京真言寺的僧众来到草堂寺。经过几百年的流传，鸠摩罗什的影响早已远播日韩各地。直到现在，他所翻译的《妙法莲华经》仍被佛教信徒所沿用，成为了不朽的文本。公元413年，鸠摩罗什70岁时圆寂于长安。据说他的尸体火化之后，唯独舌头没有烧焦，人们这才想起临终前他对自己的一个预言：如果我传译的经典没有错误，身体火化后唯舌不烂。佛教对中国文化思想史的震荡是十分剧烈的。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当中，鸠摩罗什为其注入了新鲜血液，最终成为我们传统的一部分。丝绸古道狼烟滚滚，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龟兹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战争的阴霾。面对大兵压境，龟兹王该何去何从？成为困守的孤军，唐朝大将郭欣又将是怎样的命运？敬请收看《绿洲佛国》下集。